垃圾逐渐逼近下，本港的风势加强。不过在日间天气并无显著转坏，天文台话在短时间内改发更高风球的机会偏低。按照目前的预测路径，垃圾就会在明早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是400公里掠过的，除非它有显著增强或者是转向一个偏北的路径，否则今晚改发8号的信号的机会是偏低的。天文台预料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增强，天气转坏，同有狂风大骤雨。民政事务总署就设立了24小时咨询热线2835-1473，供市民查询有关台风消息。香港风频电视记者张佩仪报道。